对有那些排汗反汗的思想，就是鄙视辱骂那些抽烟喝酒的汉族人太强。Are you a Muslim? 那你是穆斯林吗 ？You are not a Muslim. What religion do you have? 那你信仰什么宗教呢？我信仰马克思主义。